从荃湾站搭车过嚟，大概七分钟车程。想揾翻旅行嘅感觉，丁兰居嘅住宿套票就啱晒你啦。度假式酒店，空间感十足，280尺，好阔落啊！基本套票入住成景房，包埋半自助午餐，低至600蚊起。浴室唔算系好豪华，但系基本设施样样齐备噶。入住420尺海景套房，包埋半自助午餐，都系880蚊起咋。唔知仲以为系新居入伙啊？呢个开放式厨房有齐煮食用具。玩完煮饭仔，过嚟欣赏埋呢个靓海景，连心情都靓埋啊！房一边都睇到呢个靓靓海景噶。注重睡眠质素嘅你，有4款枕头俾你拣到啱。check in 前不如探个半自助午餐，以下图先啊。有成6款前菜任你拣，紧有一款啱你口味啊。前菜有火腿、腌三文鱼，选择唔算话好多，但质素都唔错噃。饮翻碗时日餐汤都好啫。6款主菜有鸡、牛、猪、鱼，素食都有提供噶，一于各色其色，仅有一款啱你口味。甜品有多款蛋糕俾你拣，等我叹翻杯即磨咖啡先。到最后仲有任饮2球 Moven 皮雪糕食添啊，真系大满足啊！食饱饱上房歇一阵，又系时候去游水啦！天气咁靓，人又唔多，唔识游水都嚟摆下 pose 啦！对住个咁靓嘅海景，做 gym 操起上嚟特别醒神啊！海滨位原来都好好 hea 喎，有时间不妨去附近丽都湾沙滩行下，每日都有穿梭巴士来回酒店、荃湾站同荃湾西站。咁精彩嘅住宿套票究竟可以喺边度订到呢？好简单啫，只要上我哋永安旅游个 apps 嗰度就可以订到噶啦。如果想睇更多精彩嘅片段咧，就记得订阅我哋永安旅游。